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抵达米兰，巨星风范在上市区机场走出秀场范。肖战抵达米兰，再展巨星风范。不出意料之外，肖战带着米兰时装周的话题冲上世界趋势第9的高位。在人高马大的保镖中间，肖战依旧是最亮眼的那一个。机场走出秀场范儿，肖战就是了不起呀。肖战此次米兰之行可以说是备受期待。一个时装大秀，机场秀也是秀的一部分。虽然出发时在国内因为私生和代拍的原因让肖战小小烦恼了一下。但是抵达米兰的肖战拿出了最佳状态。肖战全身上下都来自于品牌的特别定制和超技，这就是巨星的牌面和待遇啊。之前大家猜的墨镜定制款此次也得到了验证。针织帽、墨镜、长款风衣、开叉裤、小白鞋，整套装造潮流又高级，贵气又时尚。在一众国外保镖的护送下，肖战随意洒脱地走出了大佬炸街的感觉，妥妥国际超模范儿。肖战这短短的一小段机场视频被网友朋友们配了无数个背景音乐，大家说每一步都踩在了人的心尖上的感觉。此次接肖战的是托德斯品牌派出的安保级工作人员。肖战一下飞机，应该就应该感受到了来自于米兰的热情。粉丝朋友们热情迎接，品牌方用心的准备，贴心保护。肖战，当之无愧的东方巨星。这牌面，谁看了都会说一句真牛。肖战现身的瞬间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，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芒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尽管肖战包裹得很严实，但是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疏离的气质。网友朋友们说肖战气场8米1。此时肖战他不仅仅是一个艺人，更是中国文化的使者，将中国的优秀艺人的风采和魅力展现给世界各地的观众。明天米兰时装周托德斯和古驰两个品牌的大秀即将拉开帷幕，我们一同期待肖战在国际时尚舞台的精彩表现。